家好啊，我是 Ann， 好开心又同大家见面啦。咁我喺开始之前咧，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嘅频道同打开小铃铛，咁有新嘅影片咧可以即刻通知大家。咁我会喺呢个频道边分享我喺外国生活点滴，多谢大家支持嘅。有啲朋友问我究竟有冇去过球场睇波，咁答案当然有啦。我今日就带大家去曼城主场。咁呢啱啱呢一日咧就系欧洲联赛外围赛，就系曼城对德甲嘅卢比石嘅。我大约五点半左右到啦，落咗车之后见到已经见到曼城嘅球迷喺酒吧或者喺街准备睇比赛。咁我而家带大家去行去曼城主场啦。附近都已经见到警察，他们都在这里准备着。间中都会见到客队的球迷，希望大家不要有冲突。最后都入咗球场范围内，咁都见到有摊位卖波衫同埋啤酒。再向前行就会见到 VIP 入口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当然见不到球星了，不如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英国球迷对足球的热情啊。
的分享是这么多，多谢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留言赞好分享 coming 我的影片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